手机太慢是因为没打开这个功能，打开这个开关，手机就能自动清理垃圾，不需要手动开启，每小时自动清理，让你的手机一下子多出几个 G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开启这个功能，就快点击下方链接，让你的手机马上焕然一新吧。